기회 다 빨리 봐! 응, 응. 그래. 嗨，我是 WinJet， 欢迎回来到我的 vlog。OK， 话说一天我们在很认真的做节目，你看到我吗？看到我很认真的在我搞，给这个是我的朋友，他叫 Adam， 连他这个死肥仔也在很认真的 work out。Supposed to be a very hardcore day， 看到他蛮起还是这个死肥样，不过这个人。就是这个人，他叫李卡俊。我这个朋友，他以为自己很冷大志，很冷大德。卡俊，如果有人打抢你，你觉得你够他打吗 ？Who said I'm strong? I'm strong. 我哟。So， 我们决定要 prank 告他，要看他有几冷大德。OK， 卡俊。所以我们找来了两位，朋友，左边的叫 Barvin， 右边的叫 Kingston。So, I love you, brother. I'm so sorry. It's showtime. It goes on. Hi, 现在我们已经 plan 好全部东西了。我现在去在 Garden， 在 Garden， 我们去 gym， gym 聊。他应该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，然后我们就要 prank 他了。我爱你，我爱你 ，bro。跳舞跳。有什么感想？来，我讲，我不要我朋友有事吧。脱裤子。如果两个棍的话啦，我应该去跟他甩过啊。脱裤子。来，跟抢匪 share hands 下去。share hands 来拍个留念。还有后面，来摆个 pose， 耶！是在。我感觉我真是帅。闪我们就出来哦，我已经走着过来了，你没看到我？我一站起来，我懂好吗？一站起来懂，这样小子。但是有刀就是有刀，妈还有刀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们还先找枪啊，那时候枪你怕没有？我枪肯定怕，枪更怕。我跟你讲，那时候枪你要什么我给完你。因为我们已经变好了，叫你脱裤子，然后你就一个三高在那边。没有，因为我才怕他拿刀砍到刚刚呢。然后到还叫你脱裤子，你讲。脱啊！脱裤子。没有，喂，脱裤子。脱裤子！你在想，你没有看到是我们没？我看到你们在那讲，这样我还在准备过来帮忙呢。就看到我的时候，你
以为什么？你以为？我以为你做手害，不要救我，我要拍个我去 Insta。这什么呀？